啊，各位大家，OK，所以这又来到期刊另外一篇阅读分享，OK，哦，那这篇期刊是关于这个人类哦跟 AI 合作彼此的信任程度哦，那是什么原因所这个能够有所提升啊，或者说有所降低哦？OK，哦，这个期刊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因为我其实在这个半年以来使用 ChatGPT 哦，我其实本身是非常会依赖 ChatGPT 哦，因为我发现它产生的内容讲大部分来说都可以帮助我把整个架构都可以先建立好。哦，所以通常只要修改内容，哦，只要把原本应该基本上，哦，你讲他可能讲了一些比较疏忽的地方，或者说他可能一整个架构都没有，那我可能会再往下追问他，哦，要把再把它补上去，OK，所以最后产出最后个结果之后，我就要改一些字，哦，你讲改一些句子的架构，或者说把一些部分删掉，哦，其实就可以去把它产出最后结果，OK，所以。哦，你假说有些他们比较不信啊，哦，他们认为说，因为 Chat 就会编造，哦，他们有时候会 hallucination，对不对？哦，你讲会有这种幻想，哦，你讲说怕说，人家产出来的东西又不是线上有的东西，所以大家不敢采用，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在这个时代当中，大家应该有一个批判性思考能力，哦，critical thinking，哦，你讲其实查 Google 也是啊，你查不是每一个网站的资讯都正确，对不对？你总是要经过过滤，哦，所以其实产出这些 AI 的东西，你只要经过过滤，哦，不是说你就是直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话，OK，这很重要。OK，所以当你讲说大家可能会惧怕也是有原因啊，哦，因为怕 AI 可能取代你，对不对？所以你讲说你就不敢去接触它，哦，那也是另外的问题哦。因为如果假如说你因为怕它会取代你，你不敢接触它，那你就会被很多会用 AI 人取代掉。OK，所以很重要哦，大家还是要真的去多尝试这些工具，去熟悉这些工具怎么去善用它们，哦，用到最大的可以去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好不好？这很重要。OK，好，所以鼓励大家还是使用啦。哦，你讲说的时候产出的东西不精确，或者说编造，可能有很大原因在于说你的提示词下的不够精确，对不对？如果假如说你问题下的不够精确的话，他可能就会去回答他认为一个哦，你讲说你想要去回答的问题，哦，所以如果假如说你能够去把你的问题描述得更精确，他回答就更容易满足你的需求，对不对？哦，这很重要。OK，所以先给大家先在这个前面啊，哦。分享一下我使用这些 ChatGPT 啊，或者说 Bing 这个 Chat 哦，你讲，或者说哦，这个 Google Bard 哦，Google Bard 的话我还没在用哦，这个有人在用的话，可以给我分享心得哦，这样就蛮不错，好不好？哦，这个都要去尝试使用了，好不好？这些 AI 的这些工具，每个都要自己去试看看哦。如果假如说可以运用在你的工作上、办公上，你把它去整合进去哦，这很重要。OK，哦，所以我们看这个期刊，主要是讲说人类对于这种 AI 的这种信任哦，主要其实是。仰赖于什么来？这个标题你讲吼，认知的共识哦，什么样认知的共识？哎哦，就合作的一些规范哦。所以在合作规范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共识？我们其实对 AI 信任度也会因此有所影响哦，还蛮有趣的哦。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标题当中，我们应该需要什么内容？好不好？OK 哦，所以来看一下哦，这个 AI 帮我怎么说哦？关于这个整个标题哦，你讲说最主要，我们可能会从这个当中学到什么内容？OK，啊，所以我今天讲，You may learn about how trust is established within groups that consist of both humans and machines。哦，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说，哦，这种人类跟机器当中到底怎么去产生信任感的。OK，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rust within these groups。OK，based on，OK，这个是 depends on how much agreement。OK，there is among group members about norms or rules or behavior that promote cooperation。OK，哦，所以当你讲这个期刊啊，哦，这个标题其实讲说就是，哦，发现说应该最主要是规章啊跟规则关系哦，怎么去促进合作哦，这个一些规范，我其实就已经可以去衍生出来这种信任。其实这种信任很简单嘛，对不对？你讲说你会信任一个团队，也是因为彼此在合作当中一些规范是符合的，对不对？你才会有所信任。OK，in other words，if there is a strong consensus among group member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cooperative behavior，then trust within the group is likely to be higher，对不对？哦，最后有共识非常重要，有合一嘛，对不对？有共同思想，哦，才有可能会有更好的信任，没错嘛，对不对？长期信任就是因为你知道说，哎，别人他所做的事情，讲说你是可以在你的期望当中，哦，你讲说是符合的，对，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一致，你才不要可能会信任他嘛，对不对？哦，这很重要。OK，哦，所以我们看这个期刊一些词汇，好不好？我看这个词汇整理的部分。哦，第一个重点就是 consensus，就是共识，好不好？哦，就是agreement，好不好？其实就是这种达到最后同意嘛。就 agreement 呀，among a group of people，OK，呀，cooperating norms 就讲合作规范。
rules or standards of behavior that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in a group，对啊，所以你想说这些规则啊，或是一些标准哦，能够去促进合作，对不对？哦，这 cooperating norms。OK 呀，AI 就不多说，直接跳过来。这个资料会简化的社会模型可以搜寻啊，stylized the society。A simplified representational society used for experimental purposes，哦，非常重要，哦，主要是为了在哦这种实验的这种目的当中，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社会模型简化，哦，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模型简化，主要是为了在实验当中比较可行。OK，stylized society，哎，这真的很重要哦。Beneficiary 就是讲受益者，OK，那如果假如说施益人呢，哦，去提供益处人怎么讲？哦，benefactor 哦，也稍微补充一下，这两个字很重要，好不好？哦，beneficiary 就是讲说受益者，那 benefactor 就是讲说是给予这个利益的人，好不好？哦，这样会 benefactor 啊，我补充一下，OK，beneficiaries people who receive benefits or advantages from something，OK，呀，trusters 哦，这个字还蛮特别哦，很重要哦。trust 除了讲说去信任某人之外，哦，trust 也可以有什么意思？哦，大家应该知道吧？哦，你讲说哦，这种养老这种哦，trust 哦，就可以讲一种定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 trust 本身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哦。所以你讲说这些 truster 是讲说是委托人哦，OK 哦，当然讲说可能想要委托可以用一个字嘛，对不对？你讲佣金那种委托，你想要一个字叫 commission，对不对？哦，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字。OK，truster，people who trust others to act in their best interests 哦，所以哦，就是说哦，在他们有兴趣当中哦，你讲去做他们，对不对？哦，符合他们兴趣哦，你讲有关这个特定想要去了解的部分哦，因为你信任这个人，对不对？哦，truster 哦，委托人哦，truster，OK 呀，因为你相信这个人，所以你把事情给交付给他做，对不对？哦，truster，OK 很重要，就是你的委托人，好。来往下看哦，third party punishment game 哦，第三方惩罚游戏什么意思啊？哦，an economic game in which one player can punish another player for not cooperating with a third player at a cost to themselves，对吧？OK，所以哦，就是说，哦，我们讲一个玩家哦，可以去处罚另外一个玩家哦，因为没有跟第三方玩家去合作，OK，哦，那你讲说，当然就会是哦，他们。既损失嘛，对不对？哦，很重要哦。这个 third party punishment game 哦，就变成说，原本你讲说应该是你把这事情交给他哦，他跟那个人在合作，然后他没有跟他合作良好，所以导致你有损失。但是你可以透过这种惩罚方式，变成说只有他们两个有损失，对不对？哦，叫 third party punishment game 哦，所以是那种我们讲跟经济学有关的一个这个哦，这种运作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一个哦游戏啊呵呵哦，他知道这个字来 trust game 可以稍微学啊，什么叫信任博弈哦？An economic game in which one player gives money to another player, which can then choose to return some or all of the money to the first player。哦，所以，哦，trust game 就变成说是你把钱给另外一个人，但是你不见得说你是要别人一定要归还给你。哦，他可能归还给你一部分，但是可能全部给你。哦，所以这叫信任博弈。哦，trust game。来 perceive 就是讲感知到的哦，这应该还好哦。perceive 我刚有讲到这个字嘛，对不对？你的感知哦，名词叫 perception 哦，这很重要。OK，来，emergence 就是讲出现哦，其实就是讲 appearance，对不对？哦，这 appear 呀，OK，emergence，OK，the process of come into existence or becoming important，我们说它是变重要哦，可能原本过去里面重要，但现在变成是被广为人知的哦，可以用这个字 emergence，OK，哦，articulate 哦，就是讲清楚的表达，对不对？哦，要你讲说要 enunciate，对不对？哦，清楚的去发音，OK，articulate，OK，express something clearly。And coherently，OK，呀，non followers 就讲说遵守规范的人啊，哦，这个 non followers，哦，可能也可以讲 non abiders 之类，哦，可能哦 conform，哦 conformer，对不对？之类，哦，differential treatment，哦，差别待遇很重要，哦，如果假如说是对等平等待遇，哦，就是 equal treatment，对不对？哦，那相反就 differential treatment，或是你讲说 unequal treatment，呀，OK，来。这个叫做 anticipate 哦，就是讲说其预期哦，这个 anticipate 跟 expect 不一样哦，因为 expect 我们讲说是你预期应该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你讲说是在你的掌握之内的哦，所以你确定说它应该会发生，但 anticipate 是讲说这个事情不在你的掌控范围哦，所以你只能说你期望这事情会发生，但是不见得说它真的就会发生哦。OK，知道自己的这个差别很重要。来，这个字也比较难一点哦，现存的哦，extent 哦，extent 哦，不是那个字哦，不是那个 extent 哦，那 estent 哦，这两个字差很多。OK，所以
extend 这个字 哦，它是讲说 still existing or in use 哦，就是说它这边是存在哦，你讲说正在这个使用当中的哦 ，extend 哦，现存的哦 ，extant 哦，这个字很高级 ，OK。Accelerate 就是讲加速的哦，这应该没问题啊。我们讲说 accelerate 动词嘛，哦，那名词叫 acceleration， 相反就是什么 decelerate， 对不对？哦，把这个 ac 把它改成 d 啦 ，decelerate 哦，就变成讲说是减速。OK 呀、yeah ，那 incentivize 就讲激励哦，去用一个特定的奖金哦，去激励某诱之以利，对不对 ？incentivize provide an incentive 哦，名词嘛。OK， or motivation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Okay, proxy 讲代理、哦、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哦、proxy, a person or thing that acts as a substitute, okay, for another person or thing,、哦、就是 substitute, 对去代替某人嘛对 to do something in lieu of someone, 去代替某人做什么事情、哦、所以我们这个叫 proxy, okay, altruism 就是讲利他主义、哦、okay,、哦、不是这种你讲说这种OK， 哦、，altruism 相反就是什么？哦 ，egocentrism， 对不对？哦，就变成说是自我为中心哦。OK， 来 signaling 就讲说是信号传递哦，信号传递。OK，signaling、okay, 哦，这边当动词 ，communicating information or intentions through actions or behavior。OK， 然后 stylize 该讲简化哦，所以就直接往下跳哦，所以就讲它不是符合现实啊，哦，就是一种代表性精简化的一个这个状况哦 ，stylized。OK, methodological 就是讲方法论、哦、methodology 就是形容词嘛、哦、那什么叫方法论、哦、就是说关于使用什么样特定的方法去做你的研究啊或者说去做分析啊、哦、你讲说关于这方面的部分我们可以讲就 methodological、哦、methodology 不可数对不对、哦、如果假如说你要去贯彻你在你实验室所有用到的研究你就用这个字、哦、methodologyOK, theoretical 就讲理论的、哦、那如果讲经验的咧、哦、很重要 ,empirical, 对不对、哦、这两次要把它摆在讲我们讲说理论就是、哦、这个、哦、theoretical, 我、哦、们讲 theoretical 理论的、哦、那经验叫 empirical,、哦、这两次都很重要。paradigm,、哦、就讲范例、哦、跟事例、哦、通常讲说就是一个 example,、哦、其实一个 example,OK,、okay, 但 paradigm 比较讲说你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准则来看待的一个范例。OK, 叫 paradigm. A typical example or pattern of something. A model or framework used to understand or explain something. OK, 很重要、哦。所以你讲就是说它是一种 prototype, 可以这么讲、哦。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模型去解释一个特定的事情对不对、哦、你讲你有个最原始的例子可以来解释这样的概念、哦。那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把它叫 paradigm. OK, paradigm.Exemplar 可能大家想要这个字、哦、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对 Exemplar、哦、E-S-E-M-P-O-A-R、哦、这个字也稍微补充一下好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期刊内容、哦、来 OK 很重要、哦、这个期刊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to explore how trust is established within groups that consist of both humans and machines The others aim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trust machines differently than humans in a stylized society of beneficiaries, helpers, punishers, and trusters.、哦、所以你讲说，当然你讲说，当大家面对这种机器，可能去、哦、面对他们，去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些 AI， 可能会因为跟这些角色有关、哦、可能是因为你是一个受益者，还是你是一个帮助者，还是你是个惩罚者。还是你是个委托人、哦、所以可能因为你在不同角色所以你对这样子 AI 的一个诠释跟见解可能会有所影响 They also aim to document the way trust is gained by helpers and punishers when they follow norms over not doing so OK、哦、所以他们也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目的、啊哦、想要去看说、啊哦、你讲说这些规章啦、哦、你讲他们讲说不能这样做、哦、就是如果假如有去遵从、哦、你讲说想要看他们这样子一个、哦、这种信任有没有有所增加、哦、遵从这样子一个规章之后有没有信任有所增长 OK、哦、然后主要针对 helpers 跟 punishers、哦、他主要针对这两个这个角色 OK、哦、那后面往下看、哦、这应该有讲一些原因 And how the trust gain of non-followers is associated with trusters assessmentabout the consensual nature of cooperating norms over helping and punishing. OK,、哦、所以这些想要看就是说、哦、这种增加这个信任感、哦、到底是跟这种你讲说合作这样规章的一些性质本身、哦、这个关联性在哪里对不对、哦、这个如何有所关联
OK， 好，所以这是他这次研究的这个主题哦。然后他有说哦，这些规章，你讲这种合作性规章，这些特定的哪些性质，哪些 nature， 这些 nature 不是讲说自然哦，这些 nature 讲的是 property 哦，性质很重要 attribute。OK， 是讲这样的性质。OK， 哦，来，我现在看这个第二大段哦。所以 the motivation for this research appears to be the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in mixed human-machine collectives。Yeah， OK。哦，所以他就是哦，你讲这样的一个动机，主要是因为什么？哦，趋势嘛，对不对？哦，主要就是因为趋势，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些 AI， 对不对？哦，这种参与的这种程度越来越高。OK， yeah， such as online communities like Wikipedia, Twitter, Reddit, YouTube, Twitch, and Discord. These new collectives face similar challenges of cooperation, exploitation.And non-stabilization that human societies had gone through and continue to struggle with. Okay, 哦，所以你讲说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大家其实面到一个挑战哦，就是说关于合作，还有怎么样去善加利用哦，开发利用哦。这边 exploitation 不是讲说剥削哦，这边不讲剥削，我这边讲的是开发利用的意思。OK, 哦，然后还有哦，就是规章的这个标准化哦，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挑战。The authors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insights into how humans may develop cooperative norms for human-machine collapse and how this evolution could be accelerated by making humans aware of their emerging consensus. 好不好？哦，所以非常重要。哦，所以这样就是希望说，在这个机器出来的时代，哦，大家不要变混乱，对不对？能够有一个跟机器合作的这个规范很重要，然后大家能够越来越有认知到。哦，你讲说这样子一个共识，哦，就是说能够针对，哦，这种 AI 本身使用，哦，不会造成人之间的这个分裂，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就像我，你讲说，哎，觉得用 AI 没问题，有些人讲，哎，不行，你不能这样用，对不对？哦，所以就会搞分裂嘛。那可能有分裂之后，就会有个问题在于说，很多事情其实做不成，对不对？哦，你讲说要做好玩、做爽，对不对？做很快，对不对？可是你讲说，因为大家不采纳，哦，你讲说彼此之间有个信任感。哦，所以这不信任感就会导致说，其实做事根本就没做成，对不对？哦，你讲说就算你做得好，可是别人不采纳，对不对？别人不信，对不对？那你等同做也是白做嘛，对不对？哦，讲白就是这样子，你就只是做给自己有经验而已了。哦，但是别人就是不采纳，对不对？对不对？哦，就是很大的问题嘛。OK， 所以当然这个文章最希望就是说能够破解这样的问题。OK， yeah，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yeah，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研究最主要的流程哦方法。OK， 所以它有很多线上实验。OK， to examine how humans behave in a mixed collective where humans and bots can help or hinder each other。哦，所以想要看就是说，哦，这样子一个复杂行为模式啊，哦，因为人类跟机器可能会彼此合作之外，可能机器也会阻碍人类的一些哦做事本身应该会有的一些能力啊。OK， they use a stylized society closely following the design of a previous study where agents.Can be beneficiaries, helpers, punishers, and trusters, and where decisions have real financial consequences for people, constituting these stylized societies. 哦，所以哦，我们讲说他们其实就朝这些受试者不同种类角色哦去探讨说哦这样有关经济的这种后果。OK， 哦，我们讲说关于这样子哦采用这样人机合作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讲说这种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后果哦，这里就是在根据这种简化思维模型当中去做预测。OK， 哦，那我就往下看这个下一个句子。那 The authors follow the tradition of using financial incentives as an instrument. Yeah, OK， 哦，所以他这边使用这个经济的这种奖励制度哦，拿它当是一个工具 to capture the many forms of cooperation that take place in real life.Offline or online、哦、所以才能够去捕捉、啊哦、很多这样子、哦、不同形式的合作、哦、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啊、还是在、哦、你讲说离线、哦、还是线上 OK In their experiments yeah, Beneficiaries, helpers, punishers Interact with yeah, Through a third party punishment game、哦、所以、哦、就这样子一个刚才讲这游戏、啊哦、惩罚他人游戏、哦、所以、哦、你讲说这个 helpers decide whether to share resources with beneficiaries、哦、所以帮助者就会去决定说是否要把资源、与受益者共享。And punishments, yeah, punishers, okay, yeah, decide where to punish,、where to punish.、所以当然讲这个惩罚者就是决定说是否要惩罚。Okay, at a cost, the helpers who did not share, yeah, okay, 所以、就是说、这个 helpers,、本身
没有去跟这个惩罚者哦有任何的这种资源上的分享哦，主要是跟这个受益者哦分享给他哦。那这个 punisher 我决定说要去惩罚哦 ，OK 哦，惩罚这个哦，你讲说这个 helper 哦，还是我们讲说应该比较讲是说哦，对吧？你讲跟他合作嘛，所以这两个合作就 beneficiary 跟 helper 哦，那不管惩罚哪一方面了啊，反正。我们讲说是说哦，他本身应该比较是哦，当然讲说应该 beneficiary 是接受钱部分，很有可能是惩罚哦。OK， 你讲说这 beneficiary 哦，但是你今天可以知道，就是说他是有这个三个的角度哦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哦，这样的一个三个这样的一个角色。OK， 哦，很有趣哦哦，所以哦就这样子不同角色哦，去用一个思维模型模拟，然后去看实际观察状况。OK， 好，来，那我们看一下这后面。哎，所以这边有讲到的重点哦，我刚才看到这后面，所以这个句子哦 ，truster 要从面开始哦 ，trusters interact with helpers or punishers。OK， 所以哦，这个哦，委托人哦，委托人今天多了第四个角色哦，委托人，委托人他会去跟帮助者或者说惩罚者哦一起去互动哦。OK， now where they decide whether to invest resources in helpers or punishers。After being informed of their behavior in a third-party punishment game， 好不好？哦，所以变成第四者在这个 third-party punishment game 哦这样的一个游戏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哦，这样的一个委托人哦 ，truster， 对不对？哦，他决定说要把这个钱哦投资在哦是帮助者还是惩罚者当中哦 ？OK， the authors conducted 5 studies 呀，所以有五个这个研究哦，然后总共7917个个体 ，OK。And drew on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to explore how people navigate human-machine collectives. 哦，所以哦，你讲说就是有这样定性跟定量资料哦，主要想要去探索哦，去能够哦找出来一些特定的方向哦，关于这个人类哦，还有这个机器的这种总体哦，怎么样去在这个当中 navigate， 就是讲说往前发展。They use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gain and perceived consensus about cooperative norms. 哦，所以就使用这样一个统计的分析哦，去评估了哦这种哦怎么去提高信任哦，然后还有关于这种哦我们讲合作规范这种哦共识对之间的关系哦很重要。OK， 所以去找出这个关系，那我看结果哦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The authors of this research article made several key findings through a series of online experiments. They found that people treat machines differently than humans in a stylized society of beneficiaries, helpers, punishers, and trusters. 哦，所以就发现说，其实跟这个简化这个社会模型来讲，其实差异甚大。哦，实际上来讲，观察并不是如此。OK。They also found that a different amount of trust is gained by helpers and punishers when they follow norms over not doing so. Okay, 他们发现就是说啊，哦，如果假如说他们有去遵照这样的一个规章，就是说不去这么做的时候，哦，做一些特定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哦，你讲说其实这样的一个信任是有所提升的。The trust gain of non-followers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rusters' assessment about the consensual nature of cooperating norms, yeah, over helping and punishing, 对不对？哦，所以这种提高主要是跟委托人啊，哦，你讲关于这种共识的这种评估也有大的关系。哦，你讲说不管是帮助者还是惩罚者，哦，你讲说这样子合作规章，哦，合作规章上这样的一个哦共识，哦，共识上的一个认知非常重要。The authors also found that, oka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nforming trusters about the known consensus over helping tends to decrease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both machines and people interacting with them. Okay, 所以，哦，我们讲说，其实这个作家也发现，我在特定的一个情况当中，哦，去通知这一些委托人，哦，关于这样子一个共识的部分，你讲可以提高他们认知，哦，所以可以去减少，哦，这样子的差异性对待。哦，这种不管是人类啊，跟哦这个机器哦，跟这些人讲说去做互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对待，然后降低这样的一个差别待遇。OK， now these results allow the authors to anticipate how machines may develop cooperative norms for human-machine collectives. 呀，所以当然讲说这样的结果哦，他们当然希望可以应用嘛，就是说怎么去提高人机这种协作这种信任哦，这样总体上的信任。Okay, specifically by relying on already extant norms in human-only groups. Yeah, 哦，所以
你讲说，尤其啊，就是目前，因为你讲说过去没有 AI 嘛，过去都是人跟人之间合作，所以人跟人之间合作本来就有一个规范。哦，那怎么在既有这样人跟人合作规范当中，你讲说现在有人机这样的一个信任的一个这部分可以有所提升，对不对？哦。They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is evolution may be accelerated by making people aware of the emerging consensus, 对不对？很重要。哦，所以当然讲说是说，哦，想要提高大家的认知啊，哦，想要高大家之后讲说去呈现这样的内容，就是说，哦，这种人机协作这样的演化，哦，这样的一个进展，哦，其实可以因为大家去熟知，哦，这样子一个共识，哦，我们讲说去提高这样的一个信任，哦，去更好的去促进这样子良好的人机合作。好吧，非常重要。好 ，OK， 所以在这个结果当中，外有什么样应用哦？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哈。哦，那我们读过一次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ticle yeah, has several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work.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OK, their results may be used to inform the design of human-machine collectives. Yeah, 所以、哦、我们讲说可以去拿来当做一种哦宣传哦一种这个、哦、我们讲宣导，对不对？可以这么讲，当一个宣导哦。你讲说。可以去通知你讲这一些人机这样的总体、哦、这样的平台、哦、像我们刚才讲像是维基百科啊、哦、推特啊、哦、Reddit 对不对 Reddit 讲说也是一个论坛、哦、还有 YouTube、哦、Twitch、哦、Twitch 比较讲是串流直播的一个平台对通常游戏直播主义都在上面对不对还有 Discord、哦、Discord 通常也是打游戏会用到对不对、哦、这种讲说比较常去对聊、哦、可以用到一个平台Okay, by understanding how trust is established within these groups and how cooperative norms can be developed, designers may be able to create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human-machine collectives, 对不对？哦，所以你既有去了解说这样子一个信任怎么样去产生的，对不对？这样子的合作规范怎么样去形成的，对不对？你只要去了解这方面，可能就可以去促进这样人机合作的信任感，非常重要。The authors also suggest that their findings may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哦，所以，哦，你讲说，当然就是说，也希望说啊，哦，你讲说这个也是可以去用这个 AI 未来发展的一个参考方向。OK, by understanding how humans interact with machines in a cooperative setting, researchers may be able to develop more sophisticated AI systems that are better able to cooperate with humans, 对不对？哦，所以除了讲说是人类被宣导之外，哦，知道说怎么样去产生共识之外，最重要的讲说也可以在 AI 模型当中，根据这次研究结果去做优化，对不对？哦，你讲说让这个 AI 你讲说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说人类的合作共识，对不对？哦，要么就是说 AI 配合我们，要么就是说我们要配合 AI， 这么简单，对不对？我们讲说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哦。所以你讲说，其实不管是在人跟这个机器合作的信任方面，还是说在机器方面的这种调优，我们讲说，其实在这个期刊里面都可以有这样往外后续发展的方向。OK， yeah， in terms of future work，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okay， future research， yeah， okay， is needed to explore how humans develop cooperative norms for human-machine collectives。And how this evolution could be accelerated by making humans aware of their emerging consensus， 好不好？哦，所以一直在强调，哦，你讲说去这样子一个共识的这样培养，这是很重要，哦，去提高这样的信任感。They also suggest that, okay,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lore how different types of machines, such as robots or virtual agents, may affect trust and cooperation within human-machine collectives. 哦，所以我们讲说人机协作嘛，哦，这种机器不见得讲说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哦，可能是一个哦这个虚拟的助理，对不对？哦，你讲说戴上 VR 眼镜那种虚拟助理，对不对？哦，所以呵呵哦，你讲说不同这种类别，哦。这种不同形式的这种 AI 这种呈现哦，你讲跟这种信任这样的一个培养，然后会有落差，对不对？所以可以去分开探讨哦，这个可能是未来可以研究的方向。OK 哦，所以相信大家在这个月期刊学到非常多哦，这第二年假哦，现在可以在这不同领域当中哦，知道说现在目前这么新兴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直往上还在发展哦，还处于婴儿阶段哦，你讲这样的 AI 哦，你讲说大家怎么去跟它产生一个信任感。哦，然后也能够彼此去善加利用它，哦，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哦，不会乱，而不会慌，大家不会搞分裂，而说能够变成说更加有一个共识，哦，能够去培养出一个共识出来，哦，这样的一个共识能够促进信任感，哦，才能够促进未来的发展更加的快速，对不对？哦，非常重要。OK， 哦，所以这篇期刊就分享到这里。OK， 我们下影片见。OK，say goodbye。